看看送的袋子里面有什么，挺好的。红豆面包跟奶酥面包各一个，提香喷雾一个，这样不错。橘子一颗，这个应该是运动饮料。他送一条毛巾。先拿一下。现在清晨五点，他准备去参加扎达的马拉松，结果我忘记带耳机。算了，星期 7 吃个早餐。看能不能叫得到计程车，打一台看他会不会在。哦，他会在。今天可能会有点交管，那带走的脉路看能到哪里。到哪里？不错，可以到中山北路这里。3公里，准备上桥了。我走，阿波。
西。12公里，14公里。OK。15公里。16.5。17。加油！18。13公里。进水门。6号。平常跑那边。倒数3公里。2小时。19K。
见。恭喜完赛！恭喜完赛，辛苦喽！谢谢，再往前走。来，恭喜完赛！恭喜完赛！谢谢，谢谢。毛巾。恭喜完赛，谢谢。恭喜完赛，请往前走，谢谢。谢谢。恭喜接力，谢谢。恭喜完赛，谢谢谢谢。好多东西哦，还有一个袋子，好棒。好，送了一个袋子。啊，跑完了，两小时内。不给路，那走路回去。Thank you.